莲净蒲部落也放狼烟，十多位净蒲部落族人跟小朋友，228这一天在北回归线附近的农地，跟其他部落串联，表达支持狼烟行动，提出的要求中华民国政府道歉，落实严缉法、制宪等三大诉求。因为大家一直忽略严缉法，然后严缉法是为了要保障原住民，然后希望大家要重视土地。主要就是说，在我们的严缉法里面，今年大家都在期待这个宪法的修宪。更强调要维护捍卫净蒲部落天然环境跟传统领域，并且以阿美族歌曲表达关爱土地的决心。因为自从政府开放中国客来台后，净蒲部落传统领域里北回归线及邻近的石梯坪每天涌进上百辆游览车，上千人的中国客造成部落族人生活产生干扰及环境污染，因此他们烧起狼烟表达抗议，希望政府解决问题，还给他们干净安静的生活空间。记者法沃花莲封斌采访报道。